什么会想办这样一个活动？因为在这么一个特殊的纪念日里面，整个台湾全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人在讲这件事情，好像七七抗战跟我们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没有抗战胜利，哪来的台湾光复？如果没有抗战胜利，今天我们台湾人还在做日本人的奴隶。所谓集体自卫权是当时二次大战我们中国是其中战胜国，要求日本人不得再对外发动战争，所以给他们的一个限制。今天日本人已经片面撕毁了二次大战的一个战胜国的决议，甚至是美国人给他的重用。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同时也呼吁政府，明年就是抗战胜利70周年了，请政府不要再忽视这么一个伟大光荣的日子，有这么多人牺牲了生命，奉献了他的生命，只为了打败日本人，只为了争取台湾的光复，我们绝对不能遗忘这样的一个日子。同时我们也呼吁政府，除了纪念抗战胜利，也要求政府把我们的中山堂改成我们的抗战胜利纪念馆，大家说好不好？好。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把我们的声音散播出去，就靠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先进，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了几位我们真正参与过抗战的几位老兵。我们今天首先呢，我们就是女士优先了，我们先邀请我们的王珂王女士。1925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抗战爆发后参加江苏省战地工作团妇女工作队，协同国民革命军第89军同日军作战，随后又进入鲁苏战区司令部文宣大队担任抗日宣传工作，同时收集抗日情报。我们感谢王奶奶的为我们的贡献，请大家掌声鼓励好吗？同时我们今天也致赠王奶奶一枚这个抗战胜利纪念章，我们由吴委员来颁发给她，谢谢。感谢你，谢谢我们，谢谢王奶奶，谢谢，谢谢你为我们全中华民族的奉献，谢谢您，谢谢。王文成北北，1921年出生，福建闽侯人，自幼在天津长大，对日抗战爆发后，怀抱着满腔的爱国热血，参加抗日杀奸团，从事锄奸工作，并一直在1940年8月为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一直待到抗战后胜利后才获得释放。战争结束后，深受戴笠先生的信任，而与抗日杀奸团同志王正红在天津参与审讯汉奸的工作。那我们一样请吴委员为我们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掌声，谢谢。谢谢我们，谢谢王文成王北北，感谢您为全中华民族的奉献，谢谢您，谢谢。梁元明北北，1920年出生，为了参加抗战而前往重庆，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无线电台的操作训练，完训后由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先生委派加入英国特别行动处辖下的136部队，在新加坡华人林谋胜的指挥下，进入马来半岛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并支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侵略者战斗。我们谢谢王北北，也同时请我们吴委员颁发我们的抗战胜利纪念章。谢谢你好，为全中华民族的奉献，谢谢您，谢谢。那再来，我们邀请中华文化教育交流协会陈景荣陈理事长。陈理事长，等一下为我们继续颁发这个抗战胜利纪念章。在1925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的一个农家，16岁那一年曾加入过自卫队同地方的土匪作战，后来又代替自己的兄长接受征兵令，参加了受限的第8挺进队、第2支队、第3大队、第7中队，担任传令兵，成为抗日的游击队战士，曾多次参与对日军交通线的破坏与狙击作战。我们谢谢康宝田康北北，同时我们请陈理事长为我们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我们谢谢康宝田康北北为我们全中华民族的奉献，谢谢您，谢谢，谢谢。曾东升曾北北，1928年出生于日据时代下的台湾台南，祖籍福建省厦门，父亲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死于非命，在姐夫的帮忙下加入了李友邦将军指挥下的台湾少年团，在战时曾经演出多部话剧，以激励前线官兵的抗敌士气，
当时他与其他少年团成员一样，被视为在抗战胜利后建设三民主义新台湾的人才，是战时两岸军民合作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历史见证人。我们谢谢曾东升曾北北，同时也请陈理事长为我们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谢谢谢谢，我们谢谢曾东升曾北北。那今天我们还有两位老兵来到我们的现场哈，一位是李世喜李北北，我们欢迎李世喜李北北。李世喜李北北是抗战第十五军哦，在河南与日军作战。谢谢谢谢，我们谢谢曾东升曾北北。那今天我们还有两位老兵来到我们的现场哦，一位是李世喜李北北，我们欢迎李世喜李北北。李世喜李北北是抗战第十五军哦，在河南与日军作战啊。我们谢谢李世喜李北北在抗战中为我们全中华民族的奉献。那我们同时邀请台湾退伍军人权益保障协会王新昌王理事长为我们来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谢谢。加油！谢谢谢谢，我们谢谢李世喜李北北。再来，我们再邀请彭文礼彭北北。李北北，彭北北在抗战时候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一样在河南地区与日军作战。我们欢迎彭文礼彭北北，请掌声欢迎。那我们一样邀请王理事长为我们颁证抗战胜利纪念章。谢谢，全面好。谢谢谢谢，我们谢谢彭文礼彭北北，感谢您为全中华民族所做出的奉献，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刚刚这个王理事长说他非常感动，他想讲几句话。那我们是不是邀请一下王理事长来跟大家讲几句话？各位前辈，各位同志，大家好。好。刚刚秘书长问我，哎呀，王理事长，你很会流汗。我们在军中有一句话，流汗不流血。所有的训练，你要不流汗，对不起，你就肯定要流血。所以我们宁愿流汗，我们不流血。但是我要讲，我很佩服这些前辈，在七七抗战的那个时候，他们自己流血流汗，甚至有很多的前辈牺牲了生命来保卫这个国家。今天你跟我可以站在青天白日之下，为这个日子伟大的盛典做一个庆祝，这都是那些前辈换来的，你们说对不对？对。刚刚民政局有讲到，日本他们现在国会，他们为了所谓的这个集体自卫权，他们准备将日本可以派遣军队出去作战，当成是他们在宪法保障的其中一部分。日本人、日本鬼子的侵略野心，我们就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历史会重演，但是记到。能够汲取历史教训的人，我们绝不会让日本鬼子野心重演，你们说对不对？对。三一一大地震，福岛地震，我们中华民国是全世界捐助日本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在他们感谢世界各国的时候，他们独独把中华民国摆到外面，等到日本人自己跟他们抗议了，他们把台湾摆到里面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日本人一直认为台湾是日本天皇脚下的土地，台湾的子民是日本的皇奴。我现在郑重地告诉各位，在台湾的子民是中华民国的子民。我们绝对不允许日本人、日本鬼子继续让他们的野心复辟。我现在是退伍军人，我跟各位报告，我退伍，但我没有退休。一旦国家需要我，我会立刻回到战场。我相信刚刚那些前辈北北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热爱中华民国，因为我们热爱我们的国旗，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谢谢。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谢谢。那我们其他朋友也欢迎。
谢谢。我们刚刚那个有位朋友跟我们讲，说我们八百壮士的这个后代上官百成先生也到了现场，哦，哎，上官百成先生，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活动的最后，我们是邀请我们少康兄，少康兄带领我们大家来唱几首这个抗战歌曲哦。中国英雄，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宁愿死不投降，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丛林中飘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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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荡。Oh,